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卡汉玩转旭哥手游攻略，那这是蛋仔派对。好，那旭哥接下来分享这游戏啊，最强的隐藏神装，免费拿着超可爱的这个虎虎神装，虎虎神风啊，有没有？有虎虎下装、虎虎上装，还有虎虎帽整套的，然后还有这个像是表情符号啊、头像框，还有各种昵称框都可以免费拿，超爽。它这个游戏啊，最多礼包嘛，还有隐藏版的序号的拿法，以及游戏一些玩法技巧介绍，都在这一攻略呢最详细的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嘛、礼品嘛、兑换嘛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么进入游戏啦，进入这个蛋仔岛。可以选择造型，好，下一步可以，这脸还蛮可爱的，说这个捏脸，这个怎么有点好笑？这个太可爱了，他这种爱心的，他的表情其实蛮好笑的，选哪一个表情呢？这个好了，这个蛮酷的。造型哦，啊，红色好了，我们用红色的，这样捏捏脸还蛮好笑的，怎么那么可爱？笑死，这是什么游戏呀？最近的游戏一款比一款还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，一款比一款瞎。然后怎么玩呢？这个我们来看一下。我在你后面了，看着滑动此区域，转动视角。转动。下面我来为你介绍一下派对车考核。哦，这个就是好像那种在玩那种闯关游戏，有没有？以前那种什么，不用担心。以前台湾很有名的那个叫什么《百战百胜》，有没有？很早期的那种。最近就是什么 Running Man 啊，什么那种比较像挑战游戏啊那种，日本也有那种。那么可爱。我靠！好像在玩马里奥这样。跳跃加冲撞这样。啊，什么星之卡比是不是？感觉有点像星之卡比啊。还有东西可以吃。来捡一下。好，轻松 KO。抓起来！咔咔，我的小舅舅！这很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，日本也有很多那种闯关游戏，也是那种很好笑的。哎，有，我们到终点了，finish 的。好，轻松过关啦、啊！啊，这个太可爱了吧！好了，旭哥觉得这个还不错啦。来，比想象中好玩一点，就是那种派对可爱游戏。好，那我们来抽转蛋喽，盲盒。来，抽取盲盒。有没有最近有那个转蛋机嘛？就很像这个。来，哦，这个装扮还蛮可爱的。抽一次要1000啊。拿到了什么？快去瞧瞧。那就可以把它装起来啦。
蛮可爱的，可爱的装备。好，那旭哥先来讲这个游戏啊，最新最全最多组的礼包嘛，详细的兑换教学啊。首先点画面右上角的活动，活动点进来之后呢，在画面的左下方就有这个礼包兑换，那这边就可以输礼包码了，最新的礼包码、福利啊什么都可以在这边兑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到这个蛋仔派对的这个 Facebook 粉专啊，这边就有很多隐藏版的福利，大家可以找到像是一些官网，然后很多各种活动嘛，那这边就有一些隐藏版的序号可以拿，参加比如说活动啊什么的，然后留言啊，这边就可以获得一些这个像是纪念的套装，最强的隐藏神装可以这样获得纪念套装啊什么，这边参加活动就有。然后这边有官方的 FV 的社团，然后 DC Discord 的，然后还有这个 LINE 的官方讨论区，参加呢都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啊，或是一些福利这样。那这个是买卡的，是一些充值的。好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参加这个呢，然后按赞、分享、贴文这些也会有这个福利，抽取礼物，像是买卡的1000点，然后蛋仔派对的绒毛大玩偶，还有像是一些咸鱼按摩锤，以及这个蛋仔派对的绒毛吊饰，很多福利啊！这算是比较隐藏版的福利。它这个预约网站啊，这边有很多这个资料，然后很多东西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这个什么虎虎套装嘛，可以拿，在官方 FB 这边有分享，可以拿到这个虎虎套装，很可爱。这个也是可以免费拿的，登录免费送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活动，比如说像是七日签到，七日签到。好，没关系。其实先到这个徽章，然后派对卡，各种福利，还有安家计划，这可以拿到这个虎虎神装，精美。现在可以拿到裤子嘛？然后这个昵称框，然后还有这个午后头像框，虎虎上衣哦，还有这个朝蛋徽章，虎虎帽，超可爱，这超不错的。然后这个也有活动可以参加，这个奖励糖果甜心，所以点这个活动这边呢就有很多福利，七日签到啊什么的，啊这个派对游戏算很可爱。然后追踪呢参加什么绑定啊、Discord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 这些都有一些奖励，那礼包嘛隐藏序号呢可以在那边获得，这样七日签到。就是在这个礼包兑换的下面，这边也有追踪我们，这边也可以去看，所以礼包兑换就可以点这个下面追踪我们去找这种隐藏版的序号，这样，因为他们不定时会有一些福利。接下来呢，像是手厨的话呢，可以拿到这个牛滚滚外观，算是不错。但是我们刚刚有那个虎虎套装、隐藏版神装这些福利，大家就自己看吧。然后赠送的话呢，有些免费的就尽量拿一拿，像特惠礼包，卡卡，我的这小边有啾免费的嘛，啾，就拿一拿。好，那今天这个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啊，最主要是有一些福利，隐藏版的福利啊，隐藏版的序号的拿法，再加上这游戏一些玩法，以及这个礼包码的兑换，还有这个像是安家计划这个虎虎神装啊，这个超可爱。好，那今天攻略分享到这边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的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续保需要，独家最新都在频道。好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。